二十一号早起九点，参选婚姻观立委的候选人，就是来到婚姻观选委会的抽签现场。咱台主持人将规则讲清楚，准备抽出属于家己的参选号码。今日是咱第八届立法委员的参选人，来这个号次抽签的时间。而且呢，我根据宣布，咱抽签已经开始。啊，而且预祝各位候选人呢，啊，这个抽好签、订好运，今后咱的选举工作会真平顺。我们在抽签的呢，还是候选人呢要亲自来抽签哦，或者是说也可以委托他人来抽签。那我们今天主持人啊，就是畅饮，畅饮三次，那没有来抽签的呢，那我们就由主持人来代抽。在现场见证的律师将号码提出来，放在枪筒以后，首先就由第一选区的两位候选人来抽出号码。连任成功！来结代理，欢迎胜利！好，一号。因为另外一位候选人李进勇无到场，后尾就由主持人代为抽出。所来第二选区的候选人马路秀抽出后尾。总统立委中奖票三赢，谢谢。好，一马当先，勇夺第一。综合抽签的结果，第一选区候选人的后尾分别是一号李进勇。二号赵家军，第二选区候选人号码为一号 Cosplay， 二号王美心，三号刘建国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